因为我们现在有货，有货就是有迷了，迷了，不能见，不能见的就是福。虽然你见不到，但福藏在里面，你有的了，就是这样。在《法华经》上譬喻了，一粒明珠，他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但是这个明珠含藏在他内脏，这叫藏。藏着含藏什么呢？无尽功德，这叫无尽功德藏。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律仪，何等为是？说一切佛法不生毁谤的律仪。一说到律仪了，大家都懂啊。说三千威仪啊，八万细横啊，那都叫仪。仪啊，菩萨十众，十十八情，那叫律。那个十众十十八情啊，含藏着无量无边。无量无边，十是无尽的意思。一切菩萨所举的尊重恭敬的律仪，一切善知识所终不舍耐药心的律仪，一切声闻缘觉不生意念心的律仪，远离一切退菩萨道的律仪，就是永远不退菩萨道，不起一念损害众生心的律仪，修习善根，戒令究竟，善根究竟达到圆满就是佛了。啊，这一切魔悉能降伏律仪，一切波罗蜜即令满足的律仪，是为实。要若菩萨难住持法，载得无上大智律仪。十种律仪啊，就是随你的坚固善根而回向，你所有的言，所有的行动，都回向于究竟佛国的律仪，就佛的律仪啊，把一切善根都达到圆满究竟，这就是舍善法界、摇仪有情界都摄归到律仪当中。就摄律仪界啊。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自在，何等为是？说为命自在。自在的意思啊，就是想生想活就活，想不活了就死，是幻化的，懂得这个意思吗？说自在的，那菩萨到这儿受伤，到那儿受伤。啊，他自在的受伤，每个因缘度完了，他就不在了。生命是自在的，所以说佛菩萨的寿命不可说，不可说。为什么？就在这样的不可说，没有寿命的。没谁控制的，没谁限制的，他能住不可说不可说的劫，这是自在的。那很少的度生尽了，缘尽了，他就走了。寿命啊是随心念的，
有什么呢？心自在嘛，心自在了，有智慧，他可以住无量个生起居，住在三昧当中。这是生命自在，心自在，啊，你要现身嘛，必须有生活之具啊，有庄严果度啊，就知具自在，生活的知具，啊，都能自在，庄严自在，业自在，业是。咱们是业不自在了，受业报，受业报，在报的时候你不能自在，所以回向的菩萨他发业自在，就是所做的业随时受报，这报上得自在，受生自在，他与一切世界四现受生就受生，四现完了就回归本性。解脱自在，解自在，在一切世界上见着一切诸佛都是充满的，能见一些诸佛，想在哪儿见就在哪儿见，愿自在，就想什么就做什么，是吧？随时想，愿意的在哪一个佛国道，到哪儿去土地上，想成佛就成佛，视线成正觉，神力自在，那现神通了，这很容易理解的。法自在，在无量无边的法门上。都能自在说法，法自在，智自在就是智慧，你念念中视现如来的实力，实无所谓，成等正觉，是为实。要诸菩萨难住之法，皆都圆满一切诸佛，诸波罗蜜，智慧神力，菩提自在。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。在大陆五台山安详施籍，享寿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。20多年来，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，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，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，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。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，让大众接触佛法，明白因果业报观念，才能断恶修善，改善命运。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，学习佛法，才能离苦得乐。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。为了护持佛法永续，利益更多众生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，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，润泽群生。护持邮局划拨账号：50444468，50444468。
4468，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，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0，0398993190，传真0398987870398987。0398987，佛教慈悲置业曼殊势力中心劝发菩提心文招生通启，此菩提心诸善中王，而苦难众生是菩提心的根本，诸佛菩萨为菩提心之花果，原菩提心必于众生中求。如何在现行大环境中发起正确的菩提心？能发起菩提心又有哪些因缘？每日我们饮食三餐，但佛陀说的精神解脱法时，我们有按三餐思食吗？进入由净土宗第11组醒安大师为我们悲泣指引，听闻读诵者无不落泪，修净土法门的行者更需切愿发此菩提心，让我们在五浊恶世中思想波如何不受外境干扰，转成净善的光波，与法相应，与佛同行。课程内容醒安大师劝发菩提心文，课授讲者心普法师，上课时间周六上午9点半至11点半，上课日期7月8日、7月15日、7月22日、7月29日、8月12日、8月26日、9月2日、9月16日、9月23日、9月30日，共10堂课。地址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3段99巷10弄2号1楼，报名电话02-2631-0619，02-2631-0619。慈悲置业东山吉祥书坊举办每月一日禅，主题人间佛教的戒定慧，8月开始，每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上午9点半至下午3点半，由慧静老师亲自编辑一系列课程，课程内容除了佛学课程教授，也加入茶禅的品茗时段，以及精致的点心禅，每月1堂课，共16节课，敬邀大家一起加入。上课地点东山吉祥书坊，宜兰县东山乡东山路2段478号，报名电话03958-0286，03958-0286，或03958-7696，03958-7696。
我的手托在这，我的三姐就不把人，刚才那三姐人，三姐人也就是听了，差不多两三个月嘞。但是今天这里去几把的，哦，上班的女的嘞，三姐人，来这边嘞也是，去几次可以走过来，去几次觉得上班的女的是咋的么些？你说说面对不胜任的，说了上班的女的，我得给对不起啊。这大家在外面的工作什么，是那几十就不切的这里。上级跟警察的这里好像搞情报的，不用情报的，你他都不了解呢。你呢，说话不念的了，说那个错结果都上级的不怕了，钱没把的，通话不让你了，这里已经平有落到了那边，上级的去几十天从了这里，过着这方面了，但是平用上面没想法要的，这个碰到好像大情报的，这咋咋？那哪个乡镇的地呢？缺少块地弄啊，三级出发上节约嘛嘞。这里好像是能提高嘞。这破坏的，这边军把这云里头除了钢印吧，没了钢印吧，碰碰钢印吧，所以呢，这里工作中这把用的用出过来，用是能出过来嘞。这里这边他们说的，这啥忙子做出吧，鸭子装出吧，这是地锅。让他把这拿去听广播之外的，这些新专门的，但是呢，你我们查着的、改着的、这里从着的，这里他们现在他的也是这边了，这电波、电波、磁场电波，这里用的身体的这里跑把的，他们现在能怎么办去啊？别做东啊去。观世音菩萨祈祷文，回击无量诸佛之悲心，更爱无边众生如双目，除宁之外别无希求处，潜心祈请够舍观世音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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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还
Oh.
众生均能获性。